唱颂马祖慈悲。马祖慈悲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英国呢心理学那个命运的锁链。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个性我们的个性呢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形象。那首先我要先讲什么叫形象。形象就是别人对你的什么感觉，别人的眼中的你。我们知道人的一生要命运好都需要有人的帮忙，人都需要靠别人的什么帮忙。那帮忙呢就是要我们要带给人家好的感觉，人家才能愿意来帮助我们。那这个非常的重要，也就是说你的个性你的个性。人家说龙高龙，风高风，温故的高动过，也是物以什么样劣迹。你怎么样的形象的，怎么样的个性的人，就会吸引怎么样形象，哪一类型的人，哪一类型的人，哪一类型的人，那就会造就你的命运，会造就你的命运。有人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什么难移，真的，你的个性呢，你如果没有去真正的去了解自己的个性，那这个个性呢，没有去修改成好的。你自然你的命运呢，自然就会不好，因为你的个性接受的，能接受你的人，那些人在一起，他是怎么样的命运，那就是你就是怎样的命运，我们常讲，看一个人，就要看看他交的朋友，你的交的朋友当中，大部分都是经济自由的人，那我相信你一定也经济自由，你交的朋友呢，都是学历很好。知识丰富的人，你也就是知识丰富，很自然呢就会在一起。所以个性呢，真的很难改。可是个性呢，必须推溯到前面，就是因为你的行为习惯所养成的这个个性。所以人的个性呢，我们看他是乐观，看到事情的反应呢，他的乐观，他的观念是乐观，他的行为出来的，他的习惯。很自然而然呢，都展现出来的，遇到事情的反应不一样，个性的不同。所以个性呢，我们当然看到有人呢，这个人都是十点十分，永远都是什么笑眯眯，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子，乐观，永远是笑眯眯的。有人呢，个性是什么样，忧郁，都好像嘴巴都盖起来的，那很忧郁，很忧郁的东西，话都不讲，然后跟人呢也不互动。那有人就很开朗，有人就紧闭死，紧闭死，没有办法心胸这个打开。那个性呢？真的，每个人的个性，我们看到的，我们感觉马上感受的什么到的，他的面相，马上我们就看得到了，有求干边就结在一起。我们一看，我们自己也不开朗，就看到他好像泼的冷水一样。那有些人呢，就非常的什么乐观，非常的好那所以有人对个性分析，在我们企业里面呢讲的个性分析，就从个性可以看到他是老虎型的个性。老虎型的个性就是讲笑力，要非常有力，可他不一定会跟你笑，他一定要这个，那一心去专注他的目标，效率非常的高。有人是很可爱的那个什么熊的那个可爱兔子的那个形象，一看到都很可爱，都讨你喜欢，都笑眯眯的你讲什么话他都跟你笑眯眯的，他都说好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人看起来个性就是全部抱着好奇，就问为什么他是很有智慧型的这种个性。很多有人个性呢就非常的热情，就这样热情他会开始拥抱你，你看他跟你聊天刚认识不到三分钟，好像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一样。但不同的种个性不同的习惯，每个人呢不同，所以个性呢会带给人不同的这种感觉。那人为不要帮你有没有能力帮你，喜不喜欢帮你，那就来自于你本身的这种个性。那我说过了本性什么难移，那这本性要是从常你的环境的影响
给你观念、心态、行为、习惯很长久的时间所造就你的这种个性。所以一个人要去了解自己的个性，然后改变自己的什么个性，不能说本性难移就不改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你如果对你的命运不是很满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改变一个个性。那的个性呢，就是可以展现出来，你在外面看得到，所以你可以从形象方面稍微去改变一下。所以看到人，我们就是微笑啊，做什么事我们沉默，先不要发表意见，先尊重别人。从你的展现在外面的那些形象的行为来先做一个改变，做一个改变啊。每个人都有一种个性，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啊，尊重别人，包容别人的这种个性，那我们就容易管制什么向人。因为个性已经很久的环境生长、岁月的累积、环境的影响而造就的，有时候要改很难。可是呢，为了让我们更好、更棒的人生，你要去进阶你的个性，而你个性要真正的修改。那什么是好的个性？好的个性就是说，我们在某种的环境、某种的机遇当中，会展现某种的一种态度，某种的一种给别人的感觉，啊，就在欢乐的场合当中，我们要个性要就要开朗乐观。在比如说参加殡仪馆的一些活动，我们当然就要什么样啊，精进的有所一点，在适应你的环境当中，要陪着环境展现你不同的什么个性，个性，这是每个人的修炼。这样你在人生当中才可以交到各种各类的这种朋友。所以一个人的个性不能太死板，要有弹性啊，一定要有弹性。那故呢，讲到这里就要告诉各位，当一个老板要有老板的什么个性，给人家不同的什么那种感觉啊，不同的感觉。当然你要的孩子，你就孩子的一个个性，那个本身的孩子的性，处子之心啊，来讨好父母，这些孝顺父母，你本身在不同的角色，就要把不同的一种个性展现出来，对啊，这才是好的人生。所以顾问常常讲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，要不断学习，看看什么是好的爸爸，榜样在学，跟他学习；什么是好的企业家，我们来跟他学习做企业管理的一个经的能力。什么是一个老师？最好的老师，我们跟他学习，我们才能做一个好的老师。啊啊，马祖就是我们的学习，我们要成仙成佛，就要学习马祖的什么的宏观。那有马祖的一种个性，哎，马祖的个性。所以人生很多的角色都要去学习。那这每种角色，每种角色都有每种角色所适当的一种个性，我们要去追求。那这追求当然就环境。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，就会学到那些人的观念、心态、行为、习惯，跟他的个性、个性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警觉自己，在人生的各种角色当中，我们都要扮演很好。我们要具备很多的个性，每种角色的角色的个性，都是我们要学习，我们人生才会好，而且会怎么样，更好。以上呢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各位过着成功圆满的人生，马祖慈悲。